戴安娜王妃生前最甜蜜温馨的时刻，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。2017年8月31日，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纪念日，她传奇又悲伤的一生引人落泪。然而戴安娜王妃是公认为最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，同时也是时尚 icon， 她的穿搭都备受追捧，连珠宝的挑选和佩戴方式都引领着现在的潮流。当时年仅19岁的戴安娜斯宾塞遇到了英国王子查尔斯王子，这是他的初恋，单纯又美好。对于查尔斯王子来说，戴安娜年轻貌美，贵族出身，没有感情历史，那时候两人相处的甜蜜而美好。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同框照，这也是两人最甜蜜温馨让人动容的时刻。查尔斯王子给了戴安娜王妃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，此刻的温情令人动容。戴安娜王妃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以及蒙华威廉王子、哈利王子的合影，这是戴安娜王妃最甜蜜温馨的时刻，令人感动。戴安娜王妃不仅是美丽高贵的名媛，更是一位好母亲，从她的皇室职责中抽出时间给孩子和家庭进行合理的安排，可以看出一二，这也是属于她与孩子们甜蜜的时光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